我进了。你好，大哥，你这是卖什么呀？老鸡肉。哥，这鸡肉怎么卖呀？60元一斤。60元一斤，可以称半斤吗？哎呀，你几个人吗？我一个人。可以称半斤吗？或者你平均分30块钱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这个都是，这是土鸡吗？对，土鸡。哦。整个温江城只有我在卖土鸡，卖了30多年。只有你卖土鸡啊？30多年。好的好的。上下这5000年。平时都在这里摆摊吗？在这政府的。可以的，还可以。哦，政府特聘你过来，可以那个的。哦，这个城管都管不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烧的。啊。这个土鸡是自己家养的吗？我自己养的。哦，自己养的哈。我在高原来建个养殖场。哦，你早上一般是几点出摊呀？10点左右，10点左右。好香啊！不香能卖上央视啊？哦，好的好的。你想骄傲吗？想不想骄傲吗？好吃好吃。好吃好吃。我说的，那你一天是准备几只鸡卖呀？啊，准备的几只鸡卖？20只，20只。哦。